哦，还没六点，现在没六点，咱顶头人有够早起来。先不说顶头来啊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姨，这今仔要来站景诶，啊，今仔因讲高保镖要来撩景，好、哦，这次非常的隆重，好、哦，啊，咱来注意甲众委员，好、哦，这一次我们、哦、要非常的，这次要发扬咱高保镖的精神，好、哦，所以咱这次会撩景非常盛大，非常的隆重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内殿，哦，高保镖内殿啊，高保镖高保，一般啊，人家听到会觉得说，哎，不是阴庙吗？这一间不是哦，我看他的严格记载，哦，当时我们这个高保他姓徐，哦，他在世的时候是姓徐，哦，他是宁静王的这个婢女，哦，啊，掌管这个花园事务，啊，因为他一生未嫁，又这个充满着慈悲心，哦，啊，死后。啊，又有一些神迹哈，救世神迹哦，被玉帝哦退空哦为高伯哦，让这些假神有念记耶哦啊，当时就在这个永康这个地带来庇佑，来保护这个乡里啊。有一次，这个咱丹景哥哦，林水虎林，咱丹景哥云游四海来到这边，看到咱高伯哦孤军奋斗哦。一人好啊，照顾这么多这个永康这个乡里的乡亲，好，所以这个丹景哥好决定好要来帮助这个咱高伯，好啊，来这回咱这个好地利再来建庙，好啊，来个相助，好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高伯庙，你可以看到我们主事哦，除了咱高伯哦，还有咱丹景哥，好，咱这个大景哥啊，甲李景哥，好，啊，咱头前咧在咱顶顶的这个高伯座，啊，因这个开机的时阵啊，开机高伯座已经坐轿出巡啊。啊，这边要再提一下咱丹景哥吼，因的这个坐庙吼叫做七后临水宫。啊，因这次吼出轿的这个丹景哥的妞妞，一尊讲几百年啊，也说好久没有出门了哦，这一次很难得，我再把他请出来。你看到旁边有两块黄色的，他们在今天绕境前一天，他们有去宜兰三清宫捏祭，因的龙年龙年的这个二月要来做酒哦，所以有没有看到有祭？三条清酒，永康要热闹了，龙年永康要做酒哦，大家期待一下。
确定你是来买饮料的？确定。你不是来看清轩吗？不是不是不是哦，不是哦。做侪这个工厂吼，佮做侪公司行号的，啊，咱若收到咱国宝的宝币吼，所以咱今仔出来了景，因为看做侪人，吼，拢有传这个暗道，吼，来甲咱国宝接驾，吼，非常的感动，吼，非常的感心。冲进来，他就算有东西，应该吓到不知道该往哪里窜。所以当地我看他前面是写一户牵手，他从好远的地方走到这里来。乡亲本尊，李武王爷不凡哦。汉军哥牛牛，咱爷兵将勇将。事态紧，事态紧急啊！他们说那个蓝牙好像出了点问题。现在我们的主帅叫他先紧急回去庙里面，他先拉回来。我上前你要给你们打。哈呀，哥呀，哈呀，哪呀，走呀，哈哈，咋呀？只是要记定好时，正。那个秋哥要马上有感应了。到庙进家后，好了，搞不到。讲啊，整个是爱买啊，去经营的对啦，搞不到了，因为不灵了，来放他一辈了。搞不到能行啊，自卑了，无爱
阿金啊，等一个娘讲出理来，唔通乌白乌龙，了解无？本尊是啦，地府王爷，啊，地府天父，当君大天父，主笔啦，主笔，祝贺我富十五号，家己只我出乱言吧。是啦，主笔啦哦，来啊，即个事情吼，我要先按咱来处理吼。他慢慢处理，然后他那个来来好不好？来生气了，本尊马无事，哦，马尾归还以后，未犯。圆满，圆满较重要。后年，咱一个人顺天进步，过不错，吃面三条钱，三宝三清有素，降临之时，未使误别，了解。啊，是。五年啊！你的腳也要煮，是是是是，哦，本尊給你用好，煮煮煮，來，好，這有點突然啊，壓關，壓機，大半斤半斤，愛煮油，小心幫他煮一下啊，秒殺呀，好好厉害呀！来来来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回车嘞！来来，拍开啊，拍开！我那底下要上两个，是交通指挥一个，我那底下要上两个啦。在阮大啦，不是在扛轿，就是在要去扛轿的路上。大概看到拢是在扛轿，哈哈！神机啊，你看。你这个金楼全部都是蜜蜂哎，真的超扯的呢！来哦，头前有吉普哦，钢管在倒啊哦，中间油，中间油，南瓜哥哥变态，嗨嗨，恁家哟，哦，你要上班了，来了好啦，你看恁真的啦。你看拎紧嘞啦，阿未去阿未去嘞，不够长啊，长得久。还没换衣服啊，你看拎紧嘞。哎，拎紧嘛，你就知影，不是干啦，我有妹子的地方就有逃过了。人家比我更加厉害啊，狗叫狗。人生。哎，好像变态哦，我操。不是，那都是不是好像啊，那他要的，本来就是啊。那是我们南瓜大哥要的。好，帮他，帮他拍。播先啊，哎，夜间模式要开始啊。哎呀呀！哎呀啦！哎呀！滚！主帅校在最后面啊，所以我们刚刚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关心一下，看主帅校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太夸张了吧！这么多人来关心主帅校。主帅叫了，我有了啊，有看到主帅叫哦，好，那我们可以走了。各位，现在是需要准备要入庙的时刻了哈，应该明天有天柱哎，你没有定哦，很多摄影师都在那边聚集了，好，阿金嘛点头，你吧，开心没你没有啊？太重要了呀！好了好了，跳开了，站到过来吧，跳开了。你敢神明怂恿？跳开跳开！哎，主呀，下来了。哇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！
美丽的夜晚。